馄饨云吨抄手为啥有那么多称呼？我是一张面皮，汉朝的时候人们用我来包猪肉，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密封的包子，没有蹊跷，所以把我叫做馄饨，后来又改叫馄饨。可是我包猪肉都包腻了，得换点新鲜的。小新鲜，我带你去广东，粤语你的云吞和馄饨发音差不多，在这你就包虾仁配面条。鲜，实在是鲜美了，太养生了。但是这日子久了有点寡淡，得换个地方啊。嫌寡淡啊，我带你去川渝，以后啊你就叫抄手，给你表面铺上一层红红的油辣子，加花椒加白芝麻，这下总行了吧。鲜香麻辣香，实在是香，太有味了。这叫红油抄手。那天你嫌口味重了，还可以换由铜锅熬制而成的清汤，加蔬菜加葱花，这清汤抄手也是美得很。哎呀，配料丰富，生活又浓又淡，快活。但是日子久了我又腻了，嘿嘿，得换个地。再换个地，该把你叫什么呢？